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多功能的养生壶，然后它是有好几个锅的，一个是这样的一个炖锅，我们平时可以拿它来煮泡面呀，有些粥呀，炸东西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它上面有一个这样的蒸笼架，我们可以这样蒸一些包子馒头，大概可以放4到5个包子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养生壶，我们平时可以泡一些花茶，它里面还送了这个蒸蛋器，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鸡蛋放进去蒸，就是每天早上就是它可以替换的嘛，这个拿下来，然后你把这个养生壶放进去就可以了，超级方便。然后它是一个陶瓷的一个内胆，然后它下面还有9种这样的一个功能选择，就是你烧水啊，烧一些花茶，然后煲粥药膳，然后煮蛋煮饭火锅冲奶燕窝都是可以的，超级方便。然后它这个还可以定时预约，就是你可以每天晚上把，就是比如说把这个蛋放进去预约好时间，早上起来就可以吃到已经煮好的这个蛋，就很方便。然后它的颜色也很好看，这种淡淡的蓝色。然后呢，就是现在不是开学了吗，就是每天早上给小朋友们做早饭是很头疼的，这种可以预约的，然后也是小小只的，这种就超级方便。或者是晚上夜宵的时候想吃个泡面，用这个小锅煮也是很方便的。然后现在价格也是超划算哦。